去打打什么？那三个职业不能，你们不想要让他当吗？医生、律师跟政治人员。哦，那应该不太会啦。不一定啊。真的吗？对不对？哦，你表情变好多。嘿，那我几张？可能我要跟舅舅吃饭。你要跟我做吗？手饭。你们干嘛呀？上座，爸爸陪。好，爸爸陪那个。OK。好。坐他们。